这世界很酷。Hello， 猛兽营业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深。周深怎么会来到这个这就是原创的舞台？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来到这个这就是原创的舞台，因为它已经是几乎算是唯一一个为创作人所搭建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平台很珍贵啊，因为它会有很多新歌被大家去听到，也会很冒险，因为新歌来说就大家来说很不熟悉，所以觉得这个舞台很伟大。什么样的歌曲能吸引你的注意？吸引我的注意的话，更多会是比较有个性的音乐吧，因为更有个性的话我觉得会很不一样，所以会更吸引我一点点。但是最后发现自己循环歌单里面最多的还是一些抒情的歌，我的歌没有了。就是回到后面，我发现我们国人都会比较喜欢抒情一些的写感情方面的歌。在演唱的时候会融入自己的感情吗？我想但没有什么好加入的，所以我就可能会更借助在电影方面。我平时在生活当中比较喜欢看电影，所以就会可能借助在电影里面的一些当时让我感动到的细节啊什么样。微信聊天你最常说哪句话？我的好的说的非常多，我的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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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也很多，我的哈哈哈哈哈哈说的也很多，那我的晚安说的倒好像不是很多，除非别人跟我说晚安。你最常用哪个表情包？白眼，这样啊，好 ，OK， 就好的。演唱歌曲时会有自己的小怪癖吗？唱歌上就是我一定要吃米饭，唱歌之前我一定要吃米，吃到饭，要不然我会没有力气唱歌。但是你看我也越来越胖了。如果我不吃米饭，而且是具体到一定要吃米，我会没有力气唱歌。白天做音乐还是晚上做音乐？晚上，曾经唱到别人报警，所以被迫改到白天吧。啊，就是自己在家唱歌，但隔音不太好，就会吵到别人，所以后面就是也就那一次啊，就改变过了。你觉得自己是杠精吗？杠精，我觉得我有点，但到现在也是觉得，有的时候就可能开个玩笑杠杠嘛，也不会认真去杠。对于自黑想说什么？爱自黑是证明你真的想要。我真的很想长高哎。对，这个话题结束。身边的人会阻止你放飞自己吗？我也阻止不了自己放飞，就刚才在聊的时候就说公司能够接受我这样去接受采访吗？我就说没办法，我就是那一匹脱缰的野马，拉也拉不住。